那这后手上的这个是翻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，起来以后翻，翻，翻，这个在地上翻，对，对，它这个力量不，这个力量不是那个力量，这个力量是这样走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这样子，人是这样的。那跟前面的紧张感是一样，不是的，盘旋阴阳掌，盘旋阴阳掌是属腹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盘旋阴阳掌属腹，这个力量是这个样，你看这个样子，对，然后进来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这个往回退的力量还是在腹，对，腹往后收，检查掌不是。检查掌是在这个范围看，它这个是减，这个力量是这个是减，减力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盘旋力。那这两个跟推太极没有？推太极对，可是推太极的动作也是蛮类似的。对，推太极算是一个，它是一个我刚才讲了，它是一个比较源头的动物，它是源头。对，这两个算是，这个是用，这个是用，这两个是术，对，推太极是术，对，所以推太极是不能用。推太极你可以用，可是你一用的时候呢，它的形就变了，就变了。就是说你推太极要保持到这个圆嘛，保持到它的相对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当你用的时候就用的时候就不是了，你用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招式变化而动，听不懂？检查掌是一个往前的力，检查掌是这个力，这个力。这个力不对，手肘要相夹，手肘相夹，只有前臂的那个力。你看前臂开，肘相夹，所以跟剪刀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插进来，这个力量是在这里，打下去是这个力。盘旋阴阳掌是拉开，是往后仰，脚进去，啊，是这个。所以，他如果脚进去的话，要动的是要用前脚掌。这就是上面退，下面进。看不懂？对。就说我这个力量很大来，你很大来，你盘旋。地会不会？盘旋。你盘旋往后仰，我力量已经到头，往后仰，膝盖进来。当你往后的时候，当你往后，往后盘旋，膝盖就要进来了。你要养成，当你这个是已经进到很深的，进到很深，我才要往后仰。当我往后仰，你看，我往后仰，这个就进来。所以我仰头的时候，前后齐手就进来。看不懂？进到那么深哦，那个时候。哎，这样后，这样子前脚落地之后，一定要变后脚嘛。这时候，一些地头往上盖，往下就后。来，对，有一些腿都可以用腹部的张力，对，张力，不是，你听懂意思？它有一个张力，它不是以前说哦，腹部就是你的脚，那是胸前，它实际上会有一个张力，可是这个东西很难练。可是我觉得完全一样，就是有类似，它是用这里的张力打回去，有吧？是，可是我觉得是整片的。它这个时候它是动力是在这里。动力在这里，动力在这里，对，这里，对，啊，进去。当我你看，这个时候这个力量动力是在这里，对对对对。那这边是被他带，对对对，维持到这里，也可以这样说。可是动力的头，动力头是这个，对，不是就是就是不。所以当我这样进去的时候，我这个切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切下来是什么？还是这个？对。还是这个，我这个掌的力是在这里，是在这里。它这个其实全部都是伸缩的啊，全部都不是收缩，都不是，对，对都看得很明显，太明显。尤其你看，一般人用腹部怎么跑，一定都是每个都马收缩，它腹部全部都是收缩。看不懂？就是跑，就是发力伸展，对对，对
这样子。这样讲，懂，我听懂了。这是腹，这是腹的力量。那你看后面的那个推窗望月，推窗望月看起来类似，可是它是腰。对。推窗望月是这个。对。它是用这个。对。它是用这个。对。是不是这样？对。盘旋阴阳掌这个不是，盘旋阴阳掌这个力量，它是这个力量。对。不能用腿。啊。不能用肩，你们八母掌都没练好，不会用腹。这里，这里，